不要被他牵到，被他牵到就没了。喂，没有清大出来的做垃圾车司机。清大是什么？台湾的清大全名叫什么？国立清华大学。国立清华大学是很牛逼的吗？在台湾来讲是很牛逼的吗？排名的话第几名？大师等级哦。所以哦，第一名是台大，对不对？然后第二名就是清华大学，这么牛逼，强啊！我只知道台湾最强的大学一定是大业大学，因为我朋友都跟我说，读大业好就业，不会这么快失业，他们都这样跟我说的，疯狂跟我洗脑，哇，你以后在台湾想念大学，记得要读大业大学哦，读大业好就业，不会失业，他们都一直洗我脑，我好像是真的哦。啊，不然你们这么屌，你们读什么大学嘛，观众们，你们就把你们现在读的大学念的大学讲出来，牛逼一下嘛，你们读什么大学啊，观众们，你们哪有资格去嘴别家大学，你们读什么大学，你们先报出来嘛，对不对，先报自己的大学出来，比较比较一下。以前很喜欢跟那个什么，以前很喜欢跟那些朋友吹什么啊，我读那个哈佛的哈佛大学。我以前呢很喜欢跟朋友那个胡说八道，说什么我读哈佛大学，哈尔滨佛教大学，低能儿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不要被他牵到，被他牵到就没了。喂，没了，就没了。我说了，我是个预言家，各位。我希望你们好人站对边了，被牵到就没了。现在呢，因为我们没闪现呢，所以呢，乖乖等六级，有 R 再出去吃兵。不然的话，那个雷克萨不是那个什么易大师，随便过来也可以把我砍死。这把就不考虑出时光杖了吧？出时光杖的话就太慢了，我们就直接出大天使吧，好吧？攻击呢是最好的防御，我们用伤害来跟他拼，就不要听什么不要跟他拼拳，切他中路，切你个鸡鸡，我们就直接跟他拼拳，好吗？他是不是交闪了？我没看错吧？他交闪了，对不对？我看到那个黄色那一瞬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闪光，好像那个什么四代目火影留下的那个印记。好想阿闪插那个杀他哦，可是我怕机器人在旁边蹲我。OK， 再见各位观众，我爱你们，我去你妈，去你妈，去你妈！我来啦！我去你的！为什么都主一哦？首先呢，你主一，你的清兵能力会提高，然后呢？你主 Q 呢？到了这个时间点就没什么用了，因为那个护盾真的是不怎么样。我个人认为，我好痛！我操，他怎么11级？干你老师的！是我的错觉吗？他怎么打我瞬间爆炸伤害啊？有毒吧这个人！可以偷袭了他一波，这样的话他压力就很大了。因为他这个血量呢，如果要跟我硬守塔，可能就没了，各位，就可能就没。别再打我了，这个塔在打杀小啊，打爽没？他真的很努力了，这个勒布朗很努力了，可是角色的差别就出来了。他就很努力跟我换血，可是都换不赢我。
哎、欸，不要被一刀式双杀，拜托！如果这一波一刀式双杀，我们游戏正式宣告结束。差点就没了。我不出物防鞋了，干！我出物防鞋就。你逼我、哦，你不要逼我、哦，他妈老子出，老子出西魔剑，妈砍死你！这把不能出冰拳那种有的没的，出完冰拳就没伤害了。你要看哦，整队就只有我一个 AP 伤害，我还出那种什么冰伤之心啊、冰拳啊，那不就没了吗？对不对？我们还是乖乖的出那个吧，出正常的 AP 装备吧。这把金人就一定要出了。尽管我们之前说出金人这种东西都是废物，但是这把不得不出，不出的话等一下会战一大师一刀两刀没了。他如果再踩上来我就秒杀他。哦，有点难哦。耶！天真的勒布朗，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把他惊人呢？我要杀他，凯霞！天哪，你这个霸的有毒吧？哎，不过我刚刚那个机器人，我的闪现也是挺丑的。我闪慢了，我应该用闪现躲他那个勾勾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把他杀，也不能怪巴德，我的问题吧。卡罗丁不用出时光杖吗？哦，看你个人玩法，你想要稳健一点就出啊。你想要寻找刺激感的，就直接出大天使，就有一点点暴力的感觉。可是缺点就是很容易死啊，因为没有血量，对不对？香港还能找到其他地方开台，我并不这么认为哦。找不到的话就可以不用开台咯，这个是一个套路哦，你们知道吗？去网咖开直播，什么东西啊？2020年去网咖开直播，你们是把我当成一个傻逼是不是啊？怎么可能啊？打死也不要、啊。就这么刚好16级，不好意思，好快哦！欸，我现在会飞耶，你没有感觉到吗？我在飘啊！这拿了两条风龙之后跟鬼一样，你看我跟鬼一样在飘啊！姐姐，我干！哎、欸，风龙风魂元素的卡萨丁真的会跟鬼一样哦，呜！哦，这把打得没很好，前面被单杀了，被那个哦卡萨丁被勒布朗单杀，真的是一个好弱智的事情哦。然后我做到了，然后我做到了，这真的是这还能发生这种事情，太扯了。